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适合做吃播的人，我就不是那种吃东西会觉得说很夸张那种人。开动！这个其实是我今天的第一餐，因为今天都在忙，现在已经6点了，还没吃饭，就吃一个可怜的沙拉。我要烤一个面包啦，因为这个面包是就是这样，可以把料包进去，就变汉堡了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适合做吃播的人，因为我吃东西都没有表情，然后我吃东西都会发呆，我就不是那种吃东西会觉得说很夸张那种人，除了就是拍广告的时候啊，但我吃东西平常就像你刚刚这样看到的都在发呆。光了。